非常感谢学校的安排，也感谢国内外这么多企业界的来到此地，我们一起来学习儒学与学儒，佛学与学佛。在前年，我们曾经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办了一个大型的活动，活动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是把宗教介绍给联合国，宗教是可以团结的，联合国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追求化解冲突，社会安定，世界和平。他们做了37年，主要的是用会议，国际和平会议。可是30多年的会议，每一年投下去的人力、物力、财力不计其数，效果呢，是我们每个人有目共睹的，社会的动乱频率年年上升，是破坏，是每一次都在那里增长，所以实际说明了这种方式是很难达到我们预期目标的。那么也有一些人他们主张用武力，用镇压，用报复。911事件之后也说明了这个方法也是错误的，不能解决问题。我参加联合国和平会议前后有14次，深深体会到真正要达到联合国所吸取的目标，还是要靠中国人东方人这种半班教学，我们古老的学术，这是建国军民教学为先。所以中国5000年来统治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5000年可以说是太平盛世，那么这个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个目的，就是用教学，所以建国军民教学为先，这是5000年来无论是朝野国家领导人乃至于一般知识分子都共同遵守的一个最高的指导原则，所以中国是用教育，不是用武力，不是用镇压，也不是用会议，是用教学，这是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清楚的。那么我们在会议上把中国传统的方法给与会的大众介绍，他们听了之后也很感动，也很欢喜。会后我们聊天在一起吃饭，给我就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法师，你所说的很好这是理想不能落实那么换一句话说，也就是说他没有信心信心决定一切，如果没有信心那决定做不成功所以信心比什么都重要那于是这个信心怎么建立呢？我们必须要做一个示范像这个
我们中国现代中国人所讲的，我们必须做个样板，啊，让他看到，他才会相信。啊，所以我回到国内，回到家乡，跟家乡父老谈起这些问题，啊，我们家乡父老乡亲啊很支持，就是我们来做，啊，来做个实验，啊，那么我就想到老子所说的小国寡民，啊，我们做一个实验点，搞一个小镇，啊，那么这个镇呢，我们就选择在庐江的汤池，啊，这个小镇有12个村庄，啊，有一条街道，居民呢有48000人，那我们要知道，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丢掉了至少啊4代了，啊3-4代了，也就是丢掉了一个世纪。那么一个世纪时间不算长，它也不算短，所以今天要想来教啊不容易。你如果是实教学生，老师没有做到，学生不相信，啊老师你骗我。那我们要教年轻人。啊，叫小孩，小孩看到大人没做到，他不相信，啊，所以我们就想到这个教育要搞全民教育。这个小镇的居民48000人，啊，我们就目标对准这个小镇，这48000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一起学，啊，学什么呢？啊，我们就想到。这个英国啊，70年代汤恩比博斯常常讲的，啊，他说要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一定要靠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那么孔孟的学说是什么？啊，这就讲到儒家了。啊，我们对于儒家呢，要有真正的认识，要认知。啊，儒是什么？啊，你看中国的文字，啊，中国文字是智慧的符号。啊，它是一个人旁边一个需要，那就是说，人必须要的。啊，这个是儒所讲。人需要什么？人需要伦理，人需要道德，人需要因果。人如果有伦理道德，他不会做坏事，啊，耻于行不善，啊，他做不善事他觉得很羞耻。人如果懂得因果，不敢做坏事。这是中国5000年教学的精髓，人人都做好人，那么事事都是好事。中国从皇帝开始，到我们现在4500多年，往上再推，又往上推没有文字，中国文字是皇帝时候发明的，上面没有文字记载了，传说。那么神龙是，神龙到皇帝500年，伏羲到神龙也是500年，往上推至少再推1000年。孔子是周朝时候人，啊，中国历代的学者推崇他老人家是集大成者，啊，这个话说的。不过分，啊，说得很正确，他确确实实是集大成。啊，孔子一生修身治学的态度，他自己说得很好，啊，他说他是性而好苦，恕而不作。啊，也就是说，孔子一生所学的、所修的、所教的。所传的
是古圣先王遗留下的东西，他自己一生没有创作，没有发明，啊，那我们可以说孔老夫子是个老实人，啊，也他相信祖宗的东西，祖宗的智慧，啊，祖宗的教诲，啊，他相信，啊，他不怀疑，啊，他把它继承下来，那么孔子在当时那个时候是春秋战国的时代，啊，春秋时代，他以后是战国，孟子生在战国时代。这个时候社会已经乱了，啊，这个周朝已经很衰微了，啊，诸侯啊逐渐逐渐强大，不听天子的命令，啊，处在这个时代，啊，那么他知道古圣先王东西好啊，啊，如果能遵守，国家永远不会衰。啊，这桩事情，我在年轻的时候，亲近方东美先生，啊，方老师给我介绍了多次，啊，至少有六七次，啊，提到周礼，啊，他叫我读周礼，他说这本书好，你应当好好的去念。他说周礼是周公的著作，啊，这周公是圣人，孔老夫子最佩服的一个人，这是周朝的宪法，他说这部宪法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本，啊，真实智慧的结晶，他说如果周朝的子孙世世代代都能够遵守，他给我说现在我们还是周朝，跟我说了这一句话，啊，那么我对于政治就没兴趣，我还是学了佛了，啊，所以他老人家虽然介绍的三礼，啊，我只读过礼记，啊，这个周礼跟仪礼啊没有涉猎，啊，但是我知道啊，方先生，他的见解是正确的，啊，他的话是可以相信，啊，就说明。周礼是全世界最好的这个政治制度啊。那么夫子在那个时候啊，就春秋时代啊，诸子百家在那个时候都出现了啊。那么孔子、孟子的地位也并不特殊啊，是跟大家一样。一样，孔孟所以突出来的时候啊，这是汉武帝啊，秦靠这个法家啊，在中国这个三教九流啊，叫法家，法这个就是统一了中国啊，统一中国之后。他依旧啊，用严峻的法律，人民受不了了，啊，所以不到30年他就亡国了，啊，这就说明武力可以统一国家，但是不能治国家，啊，治国跟建国是两回事情。那么汉建立之后，政权得到政权之后。这汉武帝啊，他就想用什么样方法来教化人民，团结人民，巩固政权啊。当然，他会叫他的臣子在诸子百家里面去找啊。董仲舒推荐孔孟。汉武帝接纳了，啊，采取了，就用孔孟的学术来治国，啊，所以孔孟的地位也一下就提高了，啊，在
这个诸子百家之上。这段历史我们要知道，董仲舒的建议好，汉武帝的决断英明啊。那孔孟好在哪里呢？好在老实啊。诸子百家每个人都有创造，都有发明，那对孔子没有。孔子是继承世世代代老祖宗教的啊，老实人呐。啊，那现在讲到佛呢，佛也是个老实人。释迦牟尼佛说，他49年讲经教学，完全是继承过去古佛所说，没有在古佛上自己加一句话，加一个字。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深去寻思的。啊，老实人可以，延年益寿啊，老实人可以。这个是千年万代啊，它能够延续下去啊。所以佛家里面也常常叫人老实，老实人能成佛，不老实的人成不了佛啊。所以最可贵的就是这两个字啊。我们中国人讲诚实，叫诚实，也就是老师的意思啊。那么孔子乘船是什么啊？我们在文字记载的啊，是伦理道德啊，这是中国教学的啊，这个根啊，我们把它根要找到啊，也就是汤恩米所说的这个孔孟学说啊。孔孟学说大家一听到这个名词，就会想到四书五经十三经，啊，会想到乾隆皇帝啊编纂的《四库全书》，啊，你会想到这些。那么这些东西能解决问题吗？研究这些东西很多，啊，我是两次访问剑桥。牛津啊，跟伦敦大学啊，这是欧洲汉学的中心啊。两次访问，我跟他们交流，我要跟他们这个汉学系的学生教授啊，也给他们做了两场讲演啊。那么他们所培养出来的是学者专家，儒学家啊，佛学家，道学家啊。但是中国教育的目的不在此地啊。中国谚语说得很好，读书志在圣贤，就中国人培养的不是专家学者，是培养圣人，是培养贤人啊。所以这个就不一样了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呢，所以我才说出儒学与学儒啊，汉学与学习汉学啊。我跟他们讲演的时候，听到他们学生们用无量寿经写博士论文啊，用孟子，用王维，很好啊。我说你们可以拿到硕士学位、博士学位，你们将来可以作为啊著名的汉学家啊，汉学系的教授。可是你们这一生当中一定啊还是生活在烦恼跟痛苦的世界啊。我说出来他们大家都笑起来啊。我说你不可能像我这样的啊，我这么样的快乐啊。我说为什么呢？我学的跟你那个恰恰相反，你们是搞儒学，我学儒，这不一样啊。你们搞佛学，我学佛啊。你学儒学，学这个儒学佛学，是拿到儒佛这一些资料啊经典当做一种学术来研究，
与你自己的思想、生活、行为毫不相关。啊，所以《论语》里面讲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你没有。啊，孔子学习越学越快乐，其乐无穷啊！啊，那你们是怎么样？你们是学而时习之，不亦烦恼乎啊？那怎么行呢？佛法是将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啊！你们一天到晚生的是什么心？《坛经》上六祖慧能说：“啊，六祖见五祖的时候，啊，慧能见五祖的时候，告诉五祖，弟子心中长生智慧。”啊，那我们大家见到五祖一定说：“弟子心中长生烦恼。”那不能比呀！啊，你每一天还是长生烦恼，欢喜心不能现学，这就叫儒学、道学、佛学。你真正能得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啊，无时无刻不自在，那就是学佛学儒不一样。啊，所以老祖宗东西5000年传下来的，啊，说到全世界中国人确实最懂得教育，啊，懂得教学的方法，啊，也收到教学的成果。可是我们的教学的时候丢掉了100年，啊，这非常可惜。现在社会这个动乱，靠什么？还要靠这个东西。啊，所以我常常说。小孩遇到困难了，他会去找爸爸找妈妈来给他解决。我们今天遇到这个社会遇到困难，去找老祖宗才能解决，你不找老祖宗就解决不了。那儒佛都是我们老祖宗。那么中国传统的教学，我们至少可以推到佛系。啊，叫什么？啊，就是教的无论。中国人讲道，啊，什么是道呢？大自然的规律就是道，大自然的运动是道，它是天然的，它不是哪个人这个控制的，不是哪个人发明的。啊，所以落在人事上，夫妇是道。父子是道，君臣是道，领导与被领导，啊，这个绝对不是哪个人发明、哪个人创造的，啊，兄弟是道，朋友是道，五伦呐，讲人跟人的关系呀，啊，五伦当中呢，首先要讲父子有亲，啊，你看父母。对于子女的爱，儿女对父母的爱，在什么时候你才能看得很清楚呢？啊，我在前几年在日本参加一次，也是联合国主办的一个和平会议，在日本冈山开的。啊，我到日本去。那么日本有很多学佛的同学，啊，大概有10几20个人跟着我。啊，当中有一个年轻的妈妈，带了她4个月的儿子，啊，推个小摇篮也跟着我一起去旅行。啊，我就让大家看，我说你们仔细看，啊，父子有亲在这里看出来了，你看。他妈妈对着小孩，小孩现在4个月不会讲话，你看他那个眼神，你看他有动作，对他妈妈的爱，这是天性啊，这没有人教啊。啊，中国教育的起源就从这儿开启，啊，这个就是原点，教育的原点，啊，教育的目的，那就是
如何把这种情爱，这种纯粹于天性的情爱，永恒地保持而不变质，这是中国教育啊，过去五千年教育第一个目标啊，一生不改变的，就孝道啊，父慈子孝啊，这是叫中国教育的根。那你是中国教育是什么教育？亲爱的教育啊，就是爱的教育。这样，第二个目的呢，把这个父子这个亲爱啊发扬光大啊，在推广他爱他的家庭啊，爱他的家族，爱他的邻里乡党，爱社会，爱国家，爱人类啊。弟子规讲，凡是人皆需爱，这个教育啊，把推爱的去推广啊。所以中国在这个世界上五千年的长治久安，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族群，能够和睦相处，靠什么？就是靠亲爱的教育。这个我们要懂得了。这爱放在君臣上，就是这个领导与被领导上，就是义也。用义字来代表。那就是爱，爱以在君臣就是义，以放在夫妇，这就是有别，夫妇组这个家庭，家庭里面两桩大事，第一个是家庭经济，经济这一方面，先生负责，他来谋生来养家。第二桩大事比这第一桩大事更重要，那就是无后为大了。这个后不是说你有儿孙就有后了，不是的，儿孙要是人才才是有后啊，所以你的儿孙要是贤人，要是圣人，这叫有后，他能够继承你家庭里面的道统，继承家庭的事业，你的家道不衰呀，这个叫有后啊，那这个事情，是妇女她的责任啊，所以妇女这个女权在过去来说的时候，在中国她是至高无上所以中国人称妻子为太太，这个太太是至高无上的称呼太太是圣人。这太太从哪来的？从周家来的周朝开国王继的夫人就是周文王的父亲王继的夫人他叫太将，周文王的夫人叫太任，周武王的夫人叫太师这三个太呀，所以称太太你看他们家里，文王是圣人，武王是圣人，周公是圣人，是妇女教出来的所以太太这个名称不是好称的你要把子女都叫成圣人，叫成贤人他有这个使命在里面所以这个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那么现在中国改了，不称太太，称爱人，这一爱就完了，这后代就不堪设想。所以说古人这个称呼的时候含义非常之深，天天喊你就时时刻刻提醒你，你有没有把儿女教好，你有没有把儿女教成圣贤所以你说是这个责任多大这个使命多大所以这中国是
完全遵奉着伦理道德的教育，啊，因果在其中，啊，因果从哪里来的？有人问我，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宇宙一开始就是有因果。啊，佛法跟科学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讲宇宙的起源，佛跟科学讲的不一样。科学家认为是大爆炸，大爆炸在佛法讲不通。啊，如果大爆炸也离不开因果。啊，那个大爆炸一定有个原点，那原点是因，爆炸之后，这个宇宙产生的那是果。因果的定律是跟天地同时发生的，啊，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啊，所以懂得因果，善因有善果，恶因有恶报，啊，人要是真正通达业因果报的道理，不敢做坏事，啊，他会安分守己，啊，所以伦理道德因果是基础教育，是人生的必须。啊，人如果要是舍弃了伦常道德，你想，人跟禽兽有什么两样？啊，没有两样了。啊，所以中国，我们的老祖宗。自古以来最重视的就是教育，啊，在政治设施上，教育摆在第一，啊，国家所有一切设施都是为教育服务，啊，一直到满清都没有改变，啊，中国改朝换代很多，啊，新革的也很多，唯独教育。始终没有产生变化，啊，都是遵守老祖宗的这个原则。啊，在过去政治制度，啊，宰相底下的六个部，啊，礼部排在第一，礼部就是教育部。啊，首相有事不能够事事的时候，是由礼部尚书代行。啊，一切为教育。教人懂得礼义，懂得廉耻，他社会是安定的，啊，那么现在的社会我们受了西方的影响，对自己中国传统，啊，丧失了信心，去学外国，啊，外国把什么东西摆在第一？把利摆在第一，啊，利是每一个人必须争的，哪个不争利，啊，孟子说得很好，上下交真利，其国为宜，啊，现在是全球交真利，世界为宜，啊，这世界动乱从哪来的？真利嘛，啊，我在澳洲昆士兰大学，他有个和平学院，啊，和平学院有个资深的老教授，美国人，啊，我们有一次在座谈会上碰到他跟我坐在对面，我就向他请教，我说你们美国教育是不是小孩从小就教他竞争？他说对，啊，从幼稚园就教竞争，啊，我说竞争在提升是什么你知道吗？他就愣住了，竞争提升就是斗争了，斗争在提升就是战争了，现在的战争是生化核武，那就是人类的毁灭，所以这种教育的理念是走死路，啊，不是活路，啊，啊，今天世界的动乱你们都不愿意，都不想见到，都希望，啊，怎么化解冲突，啊，怎么样能够达到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大家不竞争，世界就和平了，冲突就化解了。只要有竞争，
这个冲突是决定不能够化解。这个战争的时候，核武的威胁是不能够避免的，死路一条嘛。那个中国人自古教训是叫让，叫礼让，所以它是活路啊，彼此相让啊，互助合作啊，这个社会是和谐的。所以这是完全不相同的理念，不相同的方法，你教学方法不一样，我们中国五千年老祖宗传给我们教育最高的指导原则，就是《三字经》前面的八句话：第一句是“人之初，性本善”。所以首先要肯定人性本身，世界上没有恶人，这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观念呢，从来不会想啊，那个人是坏人，没种想法了。不像去外国，外国的时候他认为人都是坏人，你要拿出证明，证明你不是坏人，你说这个东西多麻烦啊，这是人性的厚道就不一样啊。那中国人厚道啊，不怀疑啊，人性本身。那所以我也碰到有一位老教授问我，希特勒也善吗？我说他本性本善啊，他为什么那么坏？那是习性啊，他学坏了，没人教他了，学坏了那个不善是习性。所以三字经第二句说是性相近，习相远，性是本善，习是不善如果你没有好好的教他，他就会染上了不善，他就学坏了所以教育这个理念呢，就从这个地方兴起的。为什么要教育？说狗不教性乃迁，你要不好好教他的时候，他决定会受染污他就会变坏了。所以教育的理念呢，就从这个地方发生的。那怎么教法呢？教之道贵以专，这一句话讲得太好了教要贵以专不能杂了。那现在的时候与这个教学理念呢完全相违背所以这个剑桥汉学系的这老教授麦大为教授，他到汤池参观，参观之后到香港来看我在香港住了两天，我们谈了五六个小时他希望我到伦敦剑桥办一个学院这个学院可以挂剑桥大学的招牌是属于剑桥大学这个学院，叫大乘佛学我告诉他，我说你的建议我很欢喜可是我老实告诉你，现在你们的学校虽然是世界第六剑桥是世界排名第三，你们教不出人才出来。我是老师不客气地告诉他，我说你们能够教出来的是所谓学者专家，不能解决问题现在这个社会要什么样人能解决问题？要圣人，要贤人，要善人，才能解决问题不是你们那个教学方法能够教得出来的。我说你要我就办学行，没问题但是你不能干涉我，我怎么样选学生，我怎样选教材，我用什么方法，你都不要管。等我教出来之后，你们来发毕业证书就行了。我说你同意能同意我这个呢？我答应你你如果说拿学校这些制度必须要学哪些课程，要多少学分，这个我不接受他就问我。
他你有什么方用什么方法来教你？我说我没有方法。啊，那我这个方法是中国五千年老祖宗传下来的。啊，我自己没有方法。啊，指导原则就是《三字经》上这八句话，啊，贵传。啊，我说我招生，啊，我招生条件不需要什么文凭，哪个学校毕业的不需要，啊，没念过书也行。啊，我说我的条件是《弟子规》落实，《感应篇》落实，《感应篇》是道家的基础，啊，道家的基础。十善业道是佛家的基础，啊，这三样东西他能做到了，他能做到，他就具备了道德的规范。他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有德行的人，这个重要啊！啊，所以人先要从人品上来看，他有人品，他的学说才真正有成就。他要没有人品的，这个东西学了没用处啊，他不能造福于社会。哎，他也没办法利益自己，所以头是人品，啊，伦理道德这个要具备，啊，所以具备这个儒释道三家的根，啊，这个重要。啊，那么第二个条件是，他要能读文言文，那就这么两个条件。那我不需要什么学校毕业，啊，他来读我的汉学系的研究班。啊，那我怎么教呢？我说譬如这个学生学论语，那他是汉学系的教授，老教授，那他很熟啊，论语的很熟啊，他都能背过，很不容易啊，英国人啊。啊，我说这个他懂得。啊，我说我教这个学生，啊，教他读论语，我给他了论语的一些学习参考资料。啊，学生每一天讲给我听，不是我讲给他听，每一天给我讲半个小时。啊，那么一部《论语》从头到尾，大概四个月了就讲完了。他讲完以后怎么办呢？讲完以后第二遍，二遍讲完三遍，一年讲三遍，四个月讲一遍，一年讲三遍，十年讲三十遍。啊，我是这个教学法，十年之后。论语他在全世界是顶尖的人物，这有专他就念一样啊，啊，这个跟佛法的这个教学的理念相应。如果是中等根性的人，三年专学一样东西，他得定了，定开慧呀，啊，三年能够得定，清净心得到，大概四五年的时候他开智慧，智慧一开啊，所以触类旁通啊，没有学过的东西他一接触就通了。啊，这是叫智慧呀，叫你开智慧呀，不是常识啊，就是西方你们学校东西所学的是知识，我这里求的是智慧，智慧能解决问题，知识不能解决问题，知识解决问题后头有后遗症，智慧没有啊，所以我用这个方法啊，每一个学生学一样东西啊，没有重复的啊，每一个人专攻一门啊，也可以听报告的时候，每一个同学去研究了都可以来听啊，提供你做参考，你专攻一门。那我要是有十个学生、二十个学生，那十年之后，这个世界上就有啊十几、二十个真正一流大师级的教授出来了。我说这个能救世啊，这个管用啊！啊，我说你回去跟学校商量商量看，能不能同意我这个办法？啊，同意我这个办法，我去办；啊，不同意，我还是要办。我不在你们那里办，我在别的地方办。啊，这是长远之计，要培养这个一流的中国啊汉学的大师。啊，所以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所以儒学跟学儒，
我这里画了一个简单的表，啊，注意看就知道。啊，像大学上所讲的，啊，这个儒学一般的时候，这是这个学习的程序，啊，博学、审问、深思、明辨都行。啊，只有博学、深思，啊，这个审问、深思、明辨，没有都行，你没有做到，这就叫儒学。如果你做到了，那这叫学儒，啊，学儒，你是现代的孔子，是现代的孟子，你真做到了。啊，那么从大学上讲，从各物致知到治国平天下，你去研究这些东西，这是儒学。啊，如果翻过来，你真的悟格了。知治议成天下平了，这是学术啊。所以孔子那个时代跟释迦牟尼佛呢是很接近啊，但是他们没有见过面，他们没有通过学习，但是他们的理念呢几乎完全相同啊。这是中国谚语所谓的是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做学问，头一个，佛家讲断烦恼啊，啊，烦恼习气，这是大障碍啊。哎，你烦恼断了，你才能成就学问。儒也是如此啊，物是物欲。代表的欲望，啊，格是格处啊，啊，你能把欲望放下了，啊，不再追求物质的欲望，啊，我们一般讲的是财色名食睡。你的心就清净了，清净心生智慧，对，智慧就开了，所以知智啊，所以头一个要做格物的功夫啊，这个格是格啥？是格斗，给谁斗呢？给物欲斗，给自己的欲望做斗争。啊，圣人跟凡人的差别就在此地。啊，凡人有自私自利，有名闻利养，有五欲六尘，有贪嗔痴慢。圣人这个东西全部没有。啊，你的自信里头，所以说人性本善，你的本善里头没有这个东西。那么这些东西习性。啊，那我们要舍弃了习性呢？本性就现前了，本性现前，意就成了，真诚心就现前，心就正啊，你起心动念，你会为天下人着想，你会为一切众生着想，无论从事哪个行业，你是为全人类服务的，这叫菩，在佛门叫菩萨，在中国叫诚实人。啊，圣人可以在任何一个行业里面，啊，他是为天下人造福的，啊，他不是为自己的，啊，那么现在东西方没有例外，啊，可以说不分国家、不分族群、也不分宗教，没有一个不求利呀，没有一个不想发财呀，啊，提到发财，眼睛都亮了。那么佛门里面有一句话说，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这个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发财要命里头有财才行啊，命里没有财啊，你发不了啊，你用什么样的手段方法你都发不了财啊。李嘉诚先生啊，我跟他见过面，这是我们香港首富啊，
他怎么发的财呀？他命的财库太满了。啊，这桩事情是他的一个老友，也是他的老顾问，陈朗先生告诉我的。啊，我跟他认识，陈朗先生介绍的。陈朗前年过世了，哎，好像他年龄比我小，啊，70多岁才过世的。这是很难得的一个命相，看风水，啊，看得很准，啊。他告诉我，他认识李嘉诚的时候，大概李嘉诚30岁，刚刚出来做生意，出来起步，啊。他看他的相跟算命，他就问李嘉诚，他说：“你希望啊，你将来有多少财富啊，你就满足了。”李嘉诚那时候告诉我，要有3000万我就满足了。啊，这个陈老现在告诉你的财库是慢出来了，太多了，你不止这个数字，你将来是香港首富。啊，所以李嘉诚一生任何事情都向他请教，等于他私人顾问。啊，财库啊，那么我年轻的时候，也有很多人给我算命啊，财库空空啊，什么都没有啊。啊，他无论做什么生意，干什么事情，他都发财，都赚钱。我要干什么事情都亏本，命里没有啊。那是这个道理呀，你一定要懂啊。所以命里头有财，你就不要愁，丢都丢不掉啊，越学越多。命里面有聪明智慧啊，人家也障碍不住啊，所以你的健康长寿、聪明智慧、财富确实命里有。为什么有人命里有，有人命里没有呢？你过去生中修的，他没修吗？啊，这个财富从哪里来的？财富从财布施来的。你欢喜拿你的财富去帮助一些穷苦的人，你命中就这财库里就有了。那我晓得，我过去生中啊，大概对财很吝啬，不肯帮助人的，啊，得这个果报嘛。啊，李嘉诚一定是处处布施做好事，啊，所以他这个财富充足了。财库，所以要懂这个道理。那法布施呢？得聪明智慧，所以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我在年轻，人家算我的命，我很相信。啊，命里没有财富，啊，也短命，啊，算我的命，寿命45岁，我相信。啊，我为什么相信？我想到。我的祖父45岁死的，我的伯父也是45岁死的，我父亲也是45岁死的，这大概是遗传，啊，我不会长，我只有这个寿命，所以我26岁学佛了，我就把寿命定到45岁，没有后头没有了，要好好努力，很认真去干，啊，45岁真的，我一生没生过病，45岁那一年还一场病。我就知道了，寿命到了，不找医生，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啊，所以我正老实念佛，求生净土，我不想这个长寿。我念了1个月，病好了，啊，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我并不是求寿命的，它自自然然的好了。好了，就接着再干吧。啊，大概在我47、8岁的时候，啊，遇到甘珠侯府，啊，这是藏传的一位大德，啊，我们也是老朋友，很多年，很多时候没见面了，啊，等遇到之后，哎，这金箍法师，你来来来。
他大我十几岁，大概大我14、15岁这样，我走进他身边，哎，他说法师你坐，我说有什么事情啊，佛爷，哎，他说我告诉你，以前我们在背后啊都说你，我说说什么，说你呀，人很聪明的，可惜呀，没有福报啊，又短命啊，我说这个事情啊，当面说不明背后，我很清楚。我承认，我很清楚，我很了解。他说你这几年呢，讲经弘法，功德不可思议。他说你的命转变了，哦，怎么转了？他说你将来这个财富啊很多，你的寿命很长。第二年他老人家就过世了，所以这是佛事门中有求必应。我没求，但是这个话呢，是我的老师。张家大师教我的，所以得大自在呀，钱不必多，只要够用就好了，只要用的时候不缺乏，那就得大自在了，所以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缺，你说这个日子多好过，没有一点操心的，没有一点压力，没有一点操心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国际会议上。大概跟一般人接触，头一个就问我，法师你是怎么保养的？他要问问我的年龄，很惊讶，怎么保养的？我说我保养的方法很简单，第一个是清净心，决定不要让自己有烦恼的事情；第二个长寿，素食。我素食57年。57年，没有生过病，没有进过医院，没有病例，身心健康自在快乐。我的工作就是教学，所以我学佛，我这个身份是我的老师替我选择的，张家大师，他要我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舍弃王位。舍弃荣华富贵，开悟之后一生教学，所以释迦牟尼佛的身份，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是职业教师，他19岁离开家，出去求学，到30岁学了12年，最后在菩提树下，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这就是佛法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从此之后，他就万般教学，79岁过世的，所以教了49年。那我们用现在的话说呢，他不是神，他不是，他不是仙人，他是一个凡人。那么称佛陀、称菩萨、称阿罗汉，这是佛门学位的名称。就像大学里面博士、硕士、学士，佛陀是博士学位，最高的学位，菩萨是第二个学位，阿罗汉是第三个学位，它是学位的名称，所以这个一定要知道。所以现在把佛教变成宗教啊，这个是对他的侮辱，这是很不公平，这是世间人的无知，他是个教育家。一生从事于教育工作，而且他的教育，他没有建学校，他没有校舍，他教学的场所在野外，山林树下，老师坐在大树底下，学生围绕着来听课，可以发问来研究讨论，一生干这个，他也很活泼，那么有居士长者他的学生，要有精舍有园林来供养他，就是提供场所给他教学，他并不拒绝，所以他在起初就孤独园住林精舍也住了不少时间，但是他给我们留下最好的榜样，他要用现在的话说，他要使用权，不要所有权。
所有权是你们的，我什么时候讲完这个课程讲完，我就走了，还给你。好啊，你看一点负担都没有啊。那这个都是我们要学的。啊，身心清净，一尘不染。啊，教学一辈子啊，干这个事情，越学越快乐，越教越快乐。啊，真的是法喜充满。啊，这是真正啊幸福美满的人生，他传给我啊。那么我学佛的这个因缘啊，不是从宗教的啊。我年轻的时候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啊，他给我讲哲学概论啊，最后的一个单元讲佛经哲学。因为我们以为，从前都以为佛教是宗教，宗教是迷信，啊，所以没有接触，也没有碰过，啊，从方老师这个课堂里面，让我们知道佛经是哲学，他告诉我，释迦牟尼佛是大哲学家，他这个看法，啊，这是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个几句话把我的观念整个改变过来啊，所以才到寺庙里面去。以前不到寺庙，到寺庙去找经典啊。老师告诉我，他说释迦牟尼佛的东西现在在寺庙找不到了，寺庙不学了啊，在哪里呢？在经典里头，你去找经典啊，因为在那个时候经典。流通量很少，一般市面上买不到，只有到寺庙里去找经典的来抄写。啊，我还抄了十几部经。啊，这样子才真正认识他。啊，那么以后就认真的一门深入。啊，教之道贵以专，学之道也是贵以专，专心搞这门东西。啊，深入之后才晓得。不仅仅是哲学的最高峰啊！那现在有人问我，佛经到底讲什么？我讲五样了啊！我说是最圆满的伦理，最究竟的道德、因果，不但是高等哲学，它是高等科学。确确实实，人生所必须啊！那么我老师叫我学释迦牟尼佛啊，依照释迦牟尼佛这个方向去走啊。我到今年也教学，今年50年了啊，释迦牟尼佛教49年了，我现在比他多一年。这50年教学没有中断啊！那么这个十几年前我们开始用网络，6年前呢我们开始用卫星啊，所以现在我们自己有卫星电视台啊，有网络，全世界可以收到啊，24小时不中断啊。好在我们在过去这20年当中。讲经都有录像，啊，所以这些录像呢，就供给他们去播放，啊，那么到现在，啊，现在年岁大一点的时候，每天我还讲2个小时，啊，那么我们这些同学他们都要负担，啊，就是每一个人都讲2个小时，所以我们这个电视台内容很丰富，啊，那么现在就是有佛，有儒，也有道。我们常年来教学，用远程教学的方法，啊，听众不在面前，啊，这些学术，无论用在哪一个行业，都能做到啊，就近的兴旺圆满。
我想我的介绍大概到此地也就差不多了啊。那么欢迎这个提出问题啊，我们这几个同学们呢，我们尽心尽力的来帮助大家啊，提供从儒、从佛、从道的这个看法啊，如何能够把这个企业啊带到社会啊，带到国家，带到全世界，作为最好的榜样啊，能够造福一切，能够带着把社会也带到说安定、和平、繁荣、富乐啊！谢谢大家。感恩我们晋宏老教授为我们做的精彩的发言。我想呢，这个用十句话为我们老教授的发言呢做一个小结。就是刚才我做了一个笔记啊，这个。第一句话呢，是英国的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博士曾经说过，21世纪的社会问题要得以解决，必须要靠中国的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第二句，儒是什么呢？儒是人字旁一个须，也就是人必须要的。那么人必须要的就是伦理道德以及因果的教育，这是中国5000年教育的精髓。那么第三句话，孔孟都是老实人，释迦牟尼佛也是老实人，老实人最可贵，老实人可以延年益寿，可以得到千秋万代。那我们问问我们自己呢？第四，中国人讲的道就是大自然的规律。那么大自然的规律体现在人世上呢，有包括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那么这个原点在于父子有亲，所以中国圣贤的教育呢就是两条目标。第一呢，如何把亲爱保持一生而不改变。第二呢，如何把父子的亲爱啊扩大、发扬光大、推广至全社会、全世界。第五呢，中国的女权是至高无上的，因为太太在家里，她的职责就是教育好圣贤的儿女。第六，西方人呢教的是竞争，但是只要有竞争，到最后就是死路一条。中国人呢教礼让，最后的结果是社会和谐。那么第七，中国人教育最高的指导原则就是三字经的前八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第八，老教授的招生条件有两条：第一，要把儒释道三个根落实。儒之根是《弟子规》，道之根是《太上感应篇》，佛之根呢是《十善业道经》，这是具备了人品。这样学术才有成就。第二个条件是能读懂文言文。那么第九，现在最需要的长远之计就是要用10年培养出大师级的人物，才能够解决社会的问题。最后第十，我们老教授改造了命运，原来命中没有财富，没有寿命，
现在甘珠佛陀告诉他，他的寿命很长，他很有财富，其原因就是一生学习释迦牟尼佛。他是一位职业的教师，讲经说法49年。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净空老教授到今年正好讲经说法49年。那么这个刚才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老教授呢已经这个82高龄了，但是呢讲了1个多小时，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什么情形？好像没有喝口一口水。那么这里可以看到呢，健康长寿呢确实是可以得到的。那么关于财富呢，我这里想跟大家呢简单讲一个我的一个经历。我原来是在美国念博士的时候呢，见到第一次去拜见了我们老教授。那么博士毕业完了之后呢，我在德州大学教金融课程。那么后来跟随老教授到了澳洲，在昆士兰大学教书。那么昆士兰大学呢，他们就是一直都在探讨的如何要为促进和平做工作，所以筹备一个和平研究中心，但是呢苦于没有这个款项。那么我们老教授呢当时呢听到了这么一个事情，就觉得哎呀，这个和平问题太重要了，现在是社会所必须要非常急迫要解决的问题，你赶紧要做啊！还差多少钱呢？一问还差200万澳币。那么当时老教授就一口答应了，结果呢也不知道这个钱该怎么来筹集，结果答应了人家呢，回头一看这钱上哪找呢？结果就有一位居士就是多年听老法师这个讲经的一位居士呢，他就慷慨解囊，把这200万澳币呢就筹集起来了。所以呢就想到，我们虽然老教授啊，他是一位出家人，出家人是两袖清风贫僧一个，可是呢那个财富从哪里来呢？哎呀，才知道原来真正有福的人呢，当我们享用财的时候，财就会来了，这才是真正得到财富的自在的人。那么没有财的时候呢，那就两袖清风，那也是逍遥自在，这种人才叫真有福。所以我记得那个这个世界首富 Bill Gates 比尔盖茨曾经说过，当你如果有1亿美金以上的财富的时候呢，这个财富对你也仅仅只是一个数字而已，你从中并没有能够得到真正的幸福。好，那么我们老教授呢刚才呢言简意赅把如佛的大道为我们呢和盘托出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呢具体来邀请各位在这个如何利用这个如佛大道圣贤的教育来振兴我们自己的企业。当然首先呢做好自我的管理，做好自我家庭的管理、企业的管理，以及服务于社会，为和谐世界做出一份贡献。那么诚意邀请在台下的各位这个学员们这个大德们提出你们的宝贵的问题以及这个交流，也欢迎我们台上各位老师呢这个随意交流发言，谢谢。或者在这个空档时间呢，大家可以在思考的时候，我们要不要邀请净空老教授右手边杨淑芬老师，他为我们呢简单来讲几句话。那么杨淑芬老师是刚才老教授提到的庐江文化教育中心的这个执行主任、副主任。那么他在落实老教授的理念方面呢做得非常好。在庐江文化教育中心这2年来在教导这个汤池镇的镇民，汤池镇有48000人口，那么得到了这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和赞赏。
在前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十月在这个巴黎总部特别呢举行了一次汤池教育文化教育中心的一个成果教育成果展览，那么也让192个国家的大使那个了解了汤池的中心如何用传统文化来进行和谐社会的这种工作。那么我们有请杨老师为我们来发言，好，谢谢。谢谢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大家好。那么今天有这么荣幸的机会能把庐江文化教育中心的半班教学两年来的一点成果向大家来做介绍跟分享。承蒙这个老法师呢，他刚刚也提到参加多次的世界和平会议，冲突还是这么多，会议没有办法解决这么多的困难，所以老人家就在自己的故乡安徽庐江汤池镇，在这么一个山清水秀的一个地方呢，成立了庐江文化教育中心。那么我们当时到这里开展这样一个以伦理道德教育为教学宗旨这样的一个单位，如何来开展？当然这其中呢，我们做了很多的尝试。那么在很多的这个老师的努力之下呢，两年来我们感受到了汤池镇的民风为之一变。那么最令我们感受到很强烈的是正史的一桩事，人之初性本善，每一个人是都可以教得好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当时到这个小镇，它是一个穷乡僻壤，是一个非常落后的一个村镇，所以它的税收呢一年只有人民币300万，是一个很穷很穷的村镇。那么我们在那里呢，在起建工程的时候呢，这些镇民乡民呢都会来这个来干扰我们，希望我们能给他们一点钱。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镇里头的小街上面，只要你傍晚出来散步，你会看到很多的村民呢，很多的镇民把家里的垃圾呢就往对面倒，就往这个两旁街道呢来倒垃圾。那么随手乱丢垃圾的、乱丢纸屑的更特别的多，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单位、这样的一个城镇呢，我们如何落实老教授心里的理想？于是我们展开了半班教学，所以我们开始呢招聘种子老师。什么叫种子老师呢？也就是我们刚刚这个师父所讲的人品为第一。那么我们要求老师一定要落实一定要以身作则。我们出外在街头上，我们要弯下腰捡垃圾，我们对所有的镇民、所有的乡民呢，我们见到他们呢一定先向他们鞠躬。比如说见到老者、长者，我们老师就用90度来尊重他们。所以在当时呢，有很多人以为我们是从日本来的人移民到了汤池，因为只有日本人呢才会鞠躬才会鞠躬90度。那么看到我们的老师如此呢，镇民呢也开始起了变化。什么样的变化呢？开始对我们有笑容，看到我们老师呢捡垃圾，他们也开始呢也能弯下腰来捡垃圾。那么除了我们以身作则以外呢，
我们在经过一个半月师资的培训完以后，我们就下乡讲课。那么每一次下乡讲课呢，我们就兵分八路，因为它是在大别山的余脉底下，所以村落呢就这个散布在这个山底下，所以我们老师呢也很辛苦。每一次下乡呢，我们老师呢分组以后来教这些啊乡亲父老，从什么开始教呢？从夫妻如何应对。比如说我们知道在中国呢，离婚率呢越来越高，那么留在村里头的大部分都是老弱妇孺，年轻人都外出打工，所以我们知道呢，在家里呢，两个女人最重要的关键，她只要不和，就会老的家庭呢鸡犬不宁。那么这两位主角呢，一个就是婆婆，一个就是媳妇。所以呢，我们刚开始下乡讲课，这个村委书记就讲了，哎呀，你们老师来这里讲这个做什么呢？你应该讲如何呢叫我们发财，我们这里呢都很穷，叫我们发财呢叫我们赚钱，讲这个呢可能有人会听，那么讲这些伦理道德呢可能没有人会接受。但是呢，奇迹发生了，我们的老师呢用什么心？用很真诚的心。那么我们下去讲课呢，比如说这个村落呢有三五十户，那么我们就这三五十户呢就把这些这个在家里头的父老乡亲呢，我们就把他请来呢，在哪一户人家呢这个家里比较大，我们就在那里呢把椅子呢拿来，然后就大家呢坐着一起学习，有时候呢甚至在户外，那么我们呢就表演给他们看。除了用讲的以外，比如说夫妻啊，这个丈夫呼太太怎么应对，那么太太呢称呼丈夫做先生的又怎么回答，用这个很简单这样的话语呢来跟我们的乡亲父老来做交流。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不一定是在城市有离婚率，在乡下呢，这婆媳不和、父子不和、母子不和的也是比比皆是。所以当我们演出这样的一个感人的用动作啊，用亲身的这样的表演方式呢来给这个父老乡亲表演以后呢，想不到这些人呢也都会会心一笑，甚至呢也哈哈大笑。那么呢，我们就跟这个父老乡亲呢打成一片，所以这些人呢看到我们老师呢就开始有了交流，有了互动。有了互动以后呢，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来教育他们的子女应该要怎么教育他们。我们用什么教呢？就用《弟子规》来教育他们。所以我们下乡讲课一个半月以后呢，这些村委书记呢就跟我们反映，啊，你们老师呢来讲的太少了，最好每周都能来讲两次，因为他分散的地区呢很宽阔，所以我们老师呢在轮回一次的话呢，基本上呢要差不多要将近一个月才可以轮到这一区。所以我们从这里呢就可以得知一件事情，人假如没有交流，假如没有学习，假如没有人呢把这么好的5000年的教育，把我们老祖宗所留下来这么好的伦理道德教育，如果没有人讲，还是很多人永远不知道我们有这么好的宝贝，有这么好的教学经验。那么这个是属于山下的这些乡亲父老。那么在镇里头呢，这个比较靠近我们中心镇里头，这些镇民我们如何来教育他们？原来啊，这些开店铺小商店的这些老百姓们，因为我们也经常会跟他们购买一些物品，他只要听到你的口音呢不一样，本来是5块
算账的时候会变成七块，会变成八块。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大家呢原本都有贪心的念头，反正你是外地来，多赚你一点没有什么。但是后来呢，我制作了设计了一些马甲，叫和谐社会，从我做起，从我家做起，从汤池做起，从庐江做起。我们中心的老师呢就穿了这个红色的马甲，然后就开始的坐在街道这样的一个服务什么呢？捡垃圾。然后如果说家这个乡亲父老呢有需要我们帮忙的，我们就会入户啊，跟他们多了解，多体贴他们，他们有需要哪些，那么我们老师就义不容辞来帮助他们。甚至呢有一些人呢看到我们老师可能是作假的，他会说你们打扫卫生，我家的这个卫生间很脏，你们愿意来打扫吗？我们老师呢也同意了，而且呢也进去他家把他打扫得非常的干净。用真诚的行动，用真诚的态度呢来打动这些真理。所以这里呢又证实了一点，刚刚老教授讲，一个老实的人是最有福的，一个诚实的人，可以用真诚心呢来付出的人呢是最有福的。那么我们一路呢走过了两年，在差不多半年之后呢，在我们中心有时候在门口呢会有不知名的人送了菜，送了一些好吃的东西呢就在我们门口。那么我们打听了以后呢才知道，是证明呢他们用真诚的心，他们呢回馈我们中心的老师，甚至呢还有一个这个证明呢，他家里呢好不容易这个鸡呢下了一篮的鸡蛋，然后煮好了以后呢拎到我们中心要请老师，可是呢这么多这个鸡蛋呢不多，老师又不少，怎么办呢？大家呢就用摸的，这个鸡蛋呢发下去以后呢，从头每一个老师呢都摸了，摸了呢感受我们这些乡亲父老对我们中心的这个感激之情。所以我们在汤池呢这两年来呢，可以说乡亲父老跟我们现在呢都有融入一定的感情。那么这一些感情呢它从哪里来？因为我们在入户汤池的三个月以后，我们就开始做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说碰到三月份就有好婆婆好媳妇好母亲的表彰大会，那么我们呢就去下乡，然后深入到村民里头，我们去发掘很多孝顺父母的，或者说很多好媳妇好婆婆有很好的事迹，我们全部呢把这些好人好事的代表呢，我们就在这个特定的时间里头邀请政府来做主办，我们庐江文化教育中心呢做承办，来把这些好人好事这些代表们呢把它给提显出来，那么他们的事迹呢我们再把它挂到网络上面，让全世界的人呢都能理解到好婆婆好媳妇他们的感人事迹呢可以传扬开来，对于整个这个社会风气来讲呢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那么净空法师呢他是庐江县人，所以在第一年去呢，老教授为了尊重所有汤池70岁以上的老人家，所以70岁以上的老人呢因为在过去最敬礼，对老人最敬礼是一只鸡，然后一斤猪肉，然后两斤挂面，折合现在的人民币呢大概50元，所以呢我们中心就把这个
汤池镇2000多位70岁以上的老人呢，我们就自赠他敬老金50元钱，80岁以上呢，又赠送他一只龙头拐杖。那么由我们中心的老师呢，亲自下乡呢送给他们。那么送给他们的同时呢，因为这些老人他子女都不在，我们会先跟他捶捶背，然后呢给他泡泡手指甲或者脚指甲，因为没有人替他剪，所以呢泡软了以后呢，我们替他修剪指甲。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老人呢非常的感动。他们感动到怎样呢？因为老人家他子女可能常年都不在，所以呢他在这个时候呢都会留下感激之情，这个感动的泪水呢就会下来。所以不是50元钱打动这些这个乡亲父老，而是我们以真诚的行动啊，用关怀的心情呢付诸于行动。比如说有时候呢还替老人家梳头发，然后呢跟他寒暄问暖。所以像这样呢，虽然是很微细的动作，但是从老人家他们呢感受到完全是不同。因为常年有一些呢这个子女不在，他们接受这样的一个亲情，类似像亲情这样的一个举动呢，很多老人都非常的感动。所以中国有一句话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在汤池呢对老人的敬重，在老教授的指导底下呢，我们对老人家起到了一个带头的作用。那么原来呢这些父老乡亲有一些子女呢不孝顺的，看到我们如此以后呢，也都开始都会为父母呢来做服务。那么汤池镇呢它有温泉，所以原来有一些人呢他也不会利用这个天然的温泉，他从来不晓得呢要打热水，这个打温泉呢回家给自己的父母泡脚。那么我们老师去讲了这个孝道以后，讲了弟子规以后呢，这些乡亲父老呢基本上呢他们都懂得在傍晚提一个水桶，然后去这个盛这个温泉呢带回家给父母呢泡脚孝养父母。所以从整个汤池来讲呢，我们做了第一年离婚率呢降低了40%几。那么还有一些离婚呢是因为他在外地工作而离婚的，我们入户汤池以后没有一户离婚，因为家家户户都会学习弟子规，然后都会听这些伦理道德教育。那么我们在这样的教育里头呢，我们也感受到假如没有普遍的全民教育，我们是很难达到和谐示范证的。所以我们除了表彰各类的好人好事代表以外呢，我们同时又铺开了老人家的一些这个教学活动。比如说在安徽呢，他们喜欢唱歌唱黄梅戏，那么我们就买了很多很好的戏曲，然后放在他的当地的有线电视台让他们能看到。那么我们呢也在这个河畔旁边呢，它刚好有一条马槽河，马槽河畔呢我们就放了一个比较大的屏幕，让他们白天还有晚上他可以去那里呢欣赏，可以看戏曲，然后可以看我们老师呢现场讲弟子规，讲五伦关系，讲如何保养自己的身体健康。我们所开的课程呢都跟这个老百姓呢有息息相关，不会讲的这个很枯燥很无味的。那么这一些老人家呢他最快乐的就是唱歌啊，他们呢一到傍晚的时候呢，他们就这个扶老携幼的到现场去唱歌，每一次呢大概有300-500人，大家唱得很快乐。虽然呢音呢不太准，但是呢老人家呢也很喜欢上台去唱啊。
那么这样的这个活动呢，除了音乐课以外，我们还有老人的这个葫芦丝，葫芦丝啊，是云南的一种乐器，还有老人的编织课，啊，编织教他们的手工艺。那么老人家呢，他编得好的，我们还收购，他们呢还可以得到一点这个收入，比如说我们手上看的啊，大家现在看的这个蝴蝶呢，就是当时的老人编的，这个也是。那么在当时呢，有一些人呢，啊，有一些乡亲父老就非常的感激，跟我们老师呢讲了，他说我的太太呢，这个喜欢打麻将，已经打了40几年，就你们来了以后呢，这40几年的那个毛病呢，终于戒掉了。为什么会戒掉呢？原来闲着没事干，那么我们中心呢就天天有半班教学，比如说有编织课，有音乐课，有葫芦丝，还有60岁以上的合唱团，60岁以下的合唱团，有这么多的活动，所以呢汤池的老人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快乐。所以呢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在汤池跟所有的老百姓呢可以说是打成一片。那么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在跟街道的比如说环卫工人，还有司机啊，还有一些呢这个团体呢，我们经常举办茶话会。那么这个茶话会呢，就是跟大家呢一起聊天，比如说啊，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提出来呢，一起集思广益，有需要我们解决的，中心的老师呢一定会很真诚的替他们呢来解决，然后提供意见。那么对于小朋友呢，我们在礼拜六礼拜天呢有免费的书法教室，还有篆刻教室，完全提供文房四宝啊，免费来教学。那么这些小朋友呢，他可以在礼拜六礼拜天呢远离的网络游戏机，所以小朋友呢在经过一年多的学习以后，我们看到他们的书法作品呢都写得相当不错。假如诸位啊有兴趣或者有时间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到这个安徽省庐江县汤池啊，叫庐江文化教育中心。那么搭飞机的话呢，香港去每周五跟每周一有直飞合肥，从北京去呢到合肥机场到汤池呢大概50分钟就到了汤池，所以呢交通非常的便利。那么还有火车啊，火车可以到合肥，也可以到庐江。那么到庐江呢，距离我们中心才12公里而已，算是交通非常的便捷。那么我们中心呢还有一项这个很重要，现在是很红火的一个项目，叫幸福人生讲座。幸福人生讲座呢就是由蔡礼旭老师呢所这个主讲的。那么现在呢幸福人生讲座在全国各地参加最多的就是企业朋友。那么有很多企业界的朋友呢，他去参学了以后，他的企业完全做了很大的一个改观。有一个企业老板呢，他说他还没有到我们中心学习《弟子规》的时候呢，他的公司是已经打算要把它关闭的，因为留不住员工，人才呢每一年流失是几百人，所以呢给他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工作压力，没有办法，公司呢已经没有办法撑下去了。所以经过别人介绍到我们中心学习以后，他改变了，可以说是天翻地覆，原来已经亏本累累，因为学习以后呢，现在呢不但起死回生，而且他说生意呢特别的红火。那么另外呢也有东北的一个企业老板呢，他也讲他这个都是外销海外，那么
有很多这个海外公司的这些这个老板呢，去调研去考察他的产品以后，发掘不出有什么不好的瑕疵，发掘不出来。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在参观的时候呢，所有的员工特别有礼貌，对这些外来参观的这些贵宾呢，都是鞠躬90度，而且呢非常的客气。所以呢，大家都纷纷打听什么样的魅力能让一个公司企业呢发生这么大的转变，就是我们用《弟子规》来做教育。那么这一些呢很珍贵而且很实际的这些企业老板，他们学习《弟子规》以后的这样的事迹呢，我们已经请了很多企业家，他们真实的例子呢到中心做现身说法的讲课。假如呢诸位有兴趣的话，我们也欢迎向中心联系，可以呢到我们中心去学习。那么我们中心学习呢是完全免费啊。那么如果说你自己呢跑去的话呢，就对不起啊，我们就没有办法接待你，只能呢自己到外头呢解决自己的食宿。那么经过我们中心报名参加的话呢，他就可以在那里的免费我们提供食宿都是免费。我们一般的课程呢大概是4天到5天左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这个蔡礼旭老师呢可以提一提我们幸福人生讲座的一些很感人的一些事迹跟大家分享。尊敬的诸位朋友啊，诸位企业家，大家早上好。那看到大家呢，非常的欢喜哦，因为我从小小学的时候啊，写作文啊，有一个题目叫《我的志愿》，结果我那时候写志愿的时候呢，就说我要当商人。因为小时候听人家说无奸不成商，我听了很不服气，就想呢以后啊能从事这个商业做企业家，所以这个愿望呢没有实现。但是呢看到有这么多的企业家都这么认真呢学习我们老祖宗的这些教诲，那相信呢一定呢诸位企业家呢都能够在各行各业做出最好的表率，一定能够呢促进整个社会的安定跟繁荣的发展。所以看到大家呢觉得很欣喜啊。我小时候回外婆家的时候呢，人家是回去玩了，我是回去做生意的。结果这一次刚好我们到马来西亚去跟马来西亚呢全国的教师都是华人小学的教师交流传统文化。那办这个活动呢，有一位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是马来西亚的李金友企业家，他谈的一席话呢让我们也很受益啊。他说生意人啊就是让社会大众一接触我们的时候呢，马上就升起善意，因为每一个行业都是为人民服务，这一份诚心啊，这一份对人的恭敬，让所有的客户啊马上心生欢喜，而且这个生呢还是生生不息，不止呢我在的时候呢这个企业发展得很好，能够把这个企业文化继续传下去，代代呢都是生生不息。而且这个企业这个企字呢，上面一个人下面一个子，其实企业家呢就是做人呢能够止于至善，能够做到呢自己成就自己的德行，又能够呢成就别人的德行这个是这个企业这个企字很深的一个含义。
所以我曾经听说有一个很大的单位啊，我们一个朋友说到说，在这个单位里面呢、啊，到现在为止啊，只有我一个人还没有离婚。哦，我们听了就很惊讶。结果另外一位企业主啊，他接了这个单位以后呢，从此就没有同仁再离婚。哇，这个差异啊就很大了。所以当我们当领导的时候，是我们在的时候呢，我们的同仁都不会离婚了，那这个企业家的价值就不只是创造财富的价值，而是产生了整个社会家庭的安定跟祥和。那这个就是已经进一步啊，是在创造人生的价值。其实人生的价值呢，是当我们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德行还留在我们孩子的心中，还留在我们所有员工的心目当中，这个是人生的一个价值。而这个企业家呢，他能够影响到他整个单位啊都不离婚，其实最重要的绝对不是说他每天讲很多大道理，而是很重要的他自己啊演出了夫妻的和乐。其实我们从事企业的经营啊，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人生幸福。那人生要幸福呢，那绝对不是单面的啊，说财富有了就是幸福。这个成功的定义啊，应该是人生方方面面的一个成就。好，包含健康啊，身体假如不好了，那这个不可能有幸福可言。好，包含夫妻和乐，包含呢下一代能够教育的好。因为假如我们努力了一辈子，结果下一代没有教好啊，确确实实啊，我们赚钱是很辛苦的。好，有一句格言说到啊，成家犹如真挑土。一个人把事业经营起来了，就好像拿着针啊，一粒两粒沙子慢慢才聚起来，可能两三代人的努力啊，才让这个家族的事业很稳定。但是败家犹如水推沙，这个两三代积累的这个财富啊，要败呢，可能一个败家子啊，就全部把它给败掉了。所以变成夫妻和乐，还有把下一代教育好，这个都是我们人生要追求幸福啊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关键点。结果有一个小孩啊，他跟他的母亲啊在看电视，结果这个戏剧里面呢演的就是一对夫妻啊，这个太太呢对先生是非常恭敬的，相敬如宾。结果看着看着呢，那个小朋友就说了，说母亲啊，他们不是夫妻，演的就是夫妻的戏呢。结果孩子说不是夫妻，妈妈就很惊讶了，说他们是夫妻啊，怎么不是夫妻？结果孩子的斩钉截铁说，妈妈不像，就是很和乐，互相关怀恭敬，孩子觉得不像夫妻。那我们就要反思了，孩子觉得什么才像夫妻？可能孩子的心中觉得呢，是小草天天有，大草三六九才是夫妻。为什么说大草要三六九呢？因为吵完一次架要休息两天，体力才能够恢复回来，所以他觉得这样才是夫妻啊。结果这个母亲啊看到这个情况呢就很警觉了。其实呢，夫妻的和乐也好，我们整个公司人与人的和乐也好啊，它其实并不复杂，并不是要透过很多的制度来限制了它才会上轨道。其实最根本的呢
还是在我们这一颗心境。比方我们在跟企业家交流夫妻关系的时候呢，常常会提到一个生活当中啊很常发生的事情。比方说有两对夫妻，一对很好合，一对是这个每天都在吵。那这个每天吵架的夫妻啊，其实他们希不希望继续吵？大家有没有朋友说啊，我今天跟我先生吵了一架，真是心旷神怡，真是满心欢喜。好，绝对不可能说吵完架很高兴的，都是很伤身体的。结果呢，这个常常吵架的他们也希望和乐相处，所以就赶快呢，看四下无人了，这一位太太呢就跑到对面呢，去跟另外一位太太请教。然后接着就说了，请问你们啊，为什么可以相处得这么和乐？结果这一位太太就说了，说因为我们家都是坏人，而你们家都是好人。这个请教的太太就听懵了，我们家都是好人，每天吵，你们家都是坏人，这么和谐？他皱着眉头啊，听不大懂。那这位太太就看他表情，可能没听懂，就说到了，比方说啊，今天呢，我给我先生倒了一杯茶，就放在这个桌上，我走过去啊，不小心呢，给他给打翻了。结果翻了以后啊，我马上啊，很抱歉的走过来说，哎，先生，真对不起啊，我没有把茶给放好，结果你不小心给他给撞倒了。边说呢，这个太太马上拿着抹布啊，开始在那里呢帮忙收拾。先生看太太在那里收拾，又在那里道歉呢，他自己也觉得很内疚呢，马上又说了：“哎呀，太太啊，都是我走路不小心啊，把你的一片好意呢都给糟蹋掉了。”结果呢，先生呢跟太太就在那里抢着抹布说：“啊，我来擦，我来擦，我来擦。”好，诸位朋友们，请问这一杯茶撞倒的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当两个太太夫妻之间在那里说啊，是我的错，应该我来擦，那个气氛好不好？哦，那个气氛非常好哦。所以其实这一杯茶倒了是好事哦。这个擦完桌子以后，夫妻之间气氛很好，跟约会差不多。哦，所以这个时候太太说，来，我再去泡一壶更好的，今天很难得，我们好好聊聊。所以夫妻之间，人与人之间都懂得互相反省的时候，没有坏事啊。发生事情以后啊，只会让彼此更加互相的尊重。今天孩子出了教育的情况啊，这个太太马上说，啊，是我的错，我没有做好榜样。这个先生马上说，我也有错，很可能孩子发生的情况会让这个家庭夫妻更加的认知到错误之后更团结，让这个家更上一层楼，都不是坏事情。结果这样的情况呢，这杯茶倒了呢，在你们家就不一样了。当你看到你先生把他撞倒了，你马上说，你走路不长眼睛是吧，要喝自己去倒。那这个火点燃了，先生当然不甘示弱啊。我们以前说烽火一烧要烧多久啊，烧三个月啊。所以太太马上不甘示弱说，啊，这个先生马上不甘示弱了，你这个女人倒杯茶都不会放，还放那么出来，好，你连放一杯水都不会放，你还能干什么事情？所以这个夫妻一吵起来，哇，不可收拾，一吵吵到哪里去了？很可能就吵到去离婚去了。所以我们曾经问过呢，这个办离婚手续的人说，他们就说到呢，我看那些那么年轻的人来离婚啊，我们问他说，你们为什么离婚？好，两个人互相看一看说，哎，我们当初为什么吵了？当初为什么吵已经忘记了，现在只为了什么？我跟你拼到底。俗话说呢，不能意气用事啊。
这个情绪上来了，掌握不了自己的人生呢。掌握情绪才能掌握未来，不只是自己的未来哦，甚至会影响到自己孩子的未来，甚至影响到双方父母的人生未来。假如我们不和谐了，我们的父母一辈子都操心啊。我们绝对不希望父母再替我们多操心，只希望因为我们呢，让父母感到光荣，感到欣慰才是啊。所以这个时候情绪上来，真的考虑不了这些人生的方方面面。所以老祖宗一句教诲呢，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各自责，各自都是反省自己、责备自己啊，天清地明。各相责，那互相指责呢，天翻地覆。其实啊，我们听到一个故事呢，听到一个金句啊，也要想起孔老夫子说的：“举一啊，反三。”不只是夫妻之间是如此啊，好，我们所有呢组织啊、企业里面也是这样。假如今天我们做完一个事业以后，做完一个 case 以后，大家坐下来开会的时候，这个领导马上啊说到，这一件事情啊，是我哪里呢做的还不是很到位，我首先呢先反省。这一场会开下来呢，每一个人呢都会先反省自己的错误在哪里，哇，这个气氛呢是非常和谐的。而当这个会开下来呢，都从每一个人的经验当中啊得到启发，说前事不忘啊，后事之师。所以开会开会呢，越开越有智慧，越开呢什么都学到经验，什么都学会，这个是彼此反省得到的一个好的结果。但是假如开会第一个主管上去呢，马上劈头哪一个部门都做得不好，哇，那先相责的时候啊，那一场会议开下来，每一个人都是谁说只有我错，他也做得不好，他也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个会开下来呢，开会开会就越开越误会了，越开越成为批斗大会了。所以一念之间呢，所产生的差异呢，天差地别。所以我们跟这么多企业家交流的过程呢，企业家们他们觉得呢，我从一个指责呢转成反省，转成协助员工的时候，那员工整个工作的心情呢不一样。当我从跟员工计较呢转成呢去爱护他们，去关爱他们，那个整个公司的氛围不一样。我们刚刚杨淑芬老师有提到呢，有一位企业家，他本来是已经要收掉了，结果在七月份的时候呢，跟我们交流传统文化老祖宗的思想啊，现在他的企业呢做得非常的成功，他就有说到，他本来这个开会的时候啊，都是一个礼拜呢去不了几次，但每一次去啊都是骂人，说哪里不好哪里不好。结果员工就很怕去开会，一到公司就有压力。其实我们感同身受呢，一个人有压力的时候啊，做事是做不好。但是现在他改变了，他不是去要求呢，他反而转成感恩的心。他觉得员工啊每天的努力呢，才让我们的企业能够这样永续的发展下去。好，所以呢他很真诚的呢告诉员工说，因为有大家的努力啊，我们的公司呢今天还能够继续发展下去。本来开会呢他都常不来，现在每天都来了，而且不是呢骂员工，而是每一天啊把各个部门表现好的地方，把开会变成啊好人好事，大家呢一起来交流，一起来分享。所以懂得感恩他的同仁，也懂得呢恭敬啊他的同仁。包含呢
他以前比方说到这个库房去检查啊，去了以后呢，这个本来都是呢看着员工说，你看你这里做的不好，被我瞧着了吧，今天罚你多少钱算你活该，好，下次可别再让我看到了。哎，这一连串批评下去啊，对这个员工有没有帮助？他这个员工可能很衰啊，我下一次偷懒的时候别被他看到了。这个员工并没有得到启发，他也不觉得呢得到关爱了。所以后来呢他转变了，他开始呢少说批评的话，多说鼓励的话，少说伤害的话，多说这个赞美关怀的话。所以他转变以后呢又到库房去了，结果还看到了这个员工啊做不对的地方哦。以前是当场就批了，现在呢心情平缓了，他开始先说，哇，你这里很好，那里也很好，等都肯定完他了以后呢，最后才说，你这里假如再怎么样哦，就更好。他自己讲完以后也平和啊，以前骂完了可能还要折寿半年，现在没有骂了，反而欢欢喜喜离开这个库房。结果他离开以后啊，他的同仁给他发了一个短信，对老板发短信啊，这个感情很融洽了，说到啊，说老板，你今天给我这一席话呢，让我深深感觉到呢，你真的为我好，是让我呢能够不断的进步。所以这个虽是他的领导呢，也像他的长辈，也像他的父母一样照顾他们。所以和气啊就生财，不只生钱财哦，还生人才。这个人才比钱财啊对企业的贡献更大哦。你有了人才啊，要创造多少市场都不怕。可是没有人才啊，这个企业啊就很难再发展开来。所以这一位企业家呢，他学习传统文化以后，他以前的客户回来了，他以前离职的员工啊回来了，所以确确实实老祖宗说家和啊万事兴。而我们整个幸福人生讲座里面专门讲企业管理的课呢，我是讲家和万事兴啊。那我们企业管理的课呢，是由我们曾经在企业里面服务多年的周永山老师呢，他主讲的。好，那我们接下来也请我们周老师呢，跟诸位企业家呢做一个交流。好，谢谢。尊敬的各位企业家朋友，大家早上好。早上，我们老教授还有几位老师已经给我们把这个如佛大道的一个纲领跟我们大家做分享。那么诚如刚刚车老师所讲的在当时我们建立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呢看起来表面是一个和谐社会的一个示范的一个点，事实上呢在这个平台搭建起来至今两年多的时间啊，我们开始教学两年多的时间，有很多的企业家到汤池来跟我们做交流。那么我们有一堂课呢是中国文化与企业管理，当然跟现在很多的这个企业管理用这个中国文化来做这个教学的内容有很大的这个关联性。那么我在当时啊讲这个课啊，因为我们是对证明讲啊，刚开始讲的时候呢来听的都是妇女跟老人。那么其实今天啊第一次面对这么多的企业的领导啊，
还是有点不太习惯的，因为我们在汤池啊，很多的这个群众来跟我们交流之后，慢慢的啊，他们发现说，其实企业管理不是只有在企业当中可以适用，连家庭还有学校，都受到很大的益处。那么有一个同学啊，因为我们课程开展近一年的时间了、有一个南京的同学，曾经听过说汤池有这样的一个课程啊，于是乎呢，他就这个从南京啊，因为他从来没有来过我们中心，但是他很好学，因为他是学管理的啊，所以他呢坐了车子就到我们中心来。那么来的时候呢，就跟我们的这个老师们就讲说，他要找那个讲中国话与企业管理的那个老师。那么我就下来跟他交流哦。结果呢，他问我请教我一个问题啊，他说呢，我们现在所学的啊，多半都是西方的管理学。但是呢，他说身为一个中国人啊，他很想了解中国文化里面到底有没有管理。那中国文化里面的管理呢，如果有的话呢，那么跟我现在所学的西方的管理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就在探讨这个问题。那么我就反问他，我就请教他说，我说您在大学里面啊上学啊，他是一个大三的学生啊，那么学了三年的管理，我就请教他说，您的教科书告诉您什么，怎么样去管理，您可不可以稍微简单的讲一下。那么他就告诉我说呢，他说啊，这个我念到这样的一个科系啊，毕业之后呢，我当然很希望我能够到一个企业里面去当一个高管的人员，所以呢，我管的对象呢，第一个是人，人是我管的对象，所以呢，我要管很多很多的员工啊，这是我第一个要管的地方。第二个呢，事是我要管的，管人一定会有管事嘛，所以呢，第二个我要管很多的事，所以呢，我的管理学里面告诉我很多的方法，怎么去管人，怎么去衡量一个人的业绩，怎么去评量一个人的这个他的这个贡献。再来我要管事，再来呢我要管时间，时间是我要管的啊，时间管理，地也是我要管的，人事时地物也要管，我要管物料管理啊，仓管。再来呢，最后呢我要管钱，人事时地物钱通通都是我要管的。所以呢，他说管前面五个啊，最后的目的还是在管钱啊，这叫理财啦啊。所以呢，他告诉我说呢，他说你不理财呢，财不理你。因此呢，他讲了很多，就是人事时地物都是他管的对象啊，可是讲到最后就只有一个人不用管。大家知道哪一个人不用管吗？自己不用管，就自己不用管。于是乎呢，我就跟他交流，其实呢，东西方的管理啊，最大的差异在于，中国文化的管理呢，首先是要把自己管好，自己是唯一管理的对象，其他的呢，人事时地物钱呢、都在自己管好之后呢，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管理的可能性。如果呢，我们没有把自己管好呢，管人呢、就会结怨啊，管人就结怨了，管事、管地、管物呢，会烦心，心很烦呐、然后管钱呢，会小气，管钱我们就变小气了，所以呢，都失去了管理的目的，失去了我们管理的目的。所以呢，现在有这个很多的人来参与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跟企业管理的这个课程。那么他们第一个会问的问题是，传统文化里面有管理吗？传统文化里面有企业吗？
会问到这样的问题。大多数的人都把传统文化认为是，这是有一个朋友还曾经告诉我，他说传统就是昨天的事情，昨天的事情就叫传统啊。那么我们这个人生应该看往后往前看呢、啊，不要再往后看了、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传统呢？传统不就应该是这个辅旧的吗？不就应该是落伍的吗？啊，我们应该学现代的，我们应该创新。那我就请教他一个问题，我说：“您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企业是哪一家吗？”哎，他有的朋友就回答哦，譬如说从世界500强里面去找啊、他就回答很多的企业。我告诉他不是的，世界上最大的企业叫中华民族。我说这一家老店已经开5000年了，到现在没倒。没有倒，全世界这么多的文明都倒了，就只有中华民族没有倒。我说这个企业不够大吗？而且呢，我们前一阵子到这个马来西亚跟印尼去，这个跟那边的华人做一些交流。那么让我们很感动的是啊，这些华人呢，他们还保留很多传统文化的这个生活的一个指导。他们非常重视孝道，也非常重视对祖先的祭祀。那么在印尼，我参观了一个这个祠堂啊，他们呢是6个姓氏的宗亲呢、一起合盖一个祠堂。那这个我们去了解它的历史啊，才发现说这个6个祖先呢、原来是一个祖先留下来的6个支脉。那为什么有6个姓氏呢？因为啊，在宋朝初年的时候呢，有一个父亲呢、生了6个儿子，那这6个儿子啊都中了进士，都做了官，但是呢，因为在宋朝初年呢、天下刚刚安定的时候，还有很多的动乱，那么就有这个发生了一些战争之后啊，这6个孩子啊就分散在各地，然后为了逃难呢、隐姓埋名，把自己的姓啊做了修改，那么后来就传下来了。结果呢，这6个这个姓氏啊，到现在啊所生下来的这个子孙啊，哇，遍满全国各地，甚至于到海外。所以呢，我就看到这个现象，我们就很感动啊，觉得这家企业不但是越做越大，而且分公司还开到了海外去了，而且呢，这个根啊扎得越来越深。因此呢，我们看到了这个现象，才了解到中国文化里面一定有我们现在企业非常值得汲取的管理的经验，一定有这样的经验，而这样的经验一定可以引导我们的企业走出一个这个康庄的大道。因为呢，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统计数字，我们也相当的这个有一个警觉性啊，就是呢，世界500强的企业啊。世界500强的企业平均的寿命啊，大概是40年，就是30年到40年。而这个数字啊，正好是一个人啊从创业到他退休的一个年限。那么我们就想到中国老祖宗讲的一句话，叫做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啊，人道敏政，地道敏恕，想到这些话，就是呢，人啊，对这个企业太重要了，尤其是领导的观念对这个企业太重要、太关键了。而为什么500强的企业平均寿命大概只有40年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就是这一个CEO 或者是这一个老板，他的
理念呢没有能承传下去，那就是我们老教授早上所说的，那就是无后了。啊，孟老夫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无后就是没有传人了，没有接班人了，所以企业就垮了。这个领导呢一下台呢，这个企业就垮了，没有能够延续。而我们常常这个跟很多朋友在交流的时候，我们就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希望我们的家庭啊，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家道要传多久？我们希望我们这个企业要传多久？要几代啊？一代哦，当然大家就觉得不，这个太短了。两代呢？还是三代啊？因为过去古谚语说"富不过三代"啊，这个也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四代呢？五代呢？还是我们考虑到我们希望把我们的企业一直传下去。那么当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不能够不去思考我们用什么方法把企业传下去。那么就是我们刚刚老教授所讲的，只有靠教育。而企业现在也警觉到这样子教育的重要性，所以有很多的企业家到汤池跟我们做交流的时候呢，纷纷他上完课之后啊，第二次再派员工来，第三次再派员工来，他们跟我们的交流就只有一项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他们告诉我们，他说企业要办成学校。那现在的企业找不到这个出路啊，就是因为企业把它办成了企业了。而当企业办成学校的时候呢，刚刚我们蔡老师举的这一位老总的例子啊，本来公司十年呢，他这个创业十年，打算今年把所有的财产卖掉，因为他觉得太苦了，太苦了。因为他跟我们交流的时候，他说为了应酬，我的身体吃坏了。啊，他说上顿赔下顿赔，终于赔出胃下垂。那么身体吃坏了，再来呢，家庭搞得很乱，儿女的教育没有顾到，夫妻的关系也不一定处得很好。再来呢，因为利益跟他的弟弟啊翻脸，变成了仇人。再来呢，因为对员工刻薄啊。对员工刻薄啊，跟员工啊争啊，竞争啊，跟员工对员工刻薄啊，造成了他的企业一年有120个员工离职。他的企业是一个中小企业啊，员工呢大概也大概就是100多人，但是一年要换掉120个员工，他疲于奔命啊，他说太苦了，我把它卖掉，这个资产我还可以。这个安享他的这个晚年啊，他起的这个念头，就我们就想啊，有一个老企业家曾经很语重心长的跟我们说，他说我跟员工争啊，老板跟员工争到什么？争到一个月的薪水，争到一年的年终奖金，就是少给他一点而已。但是员工要跟老板争呢，那叫分分秒秒，分分秒秒啊！哎呀，他觉得这个老板不能跟员工争啊，要把他当成孩子一样啊，来照顾。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位企业家啊，他七月来参加我们的课程之后呢，回去他说第一件事情，他看到他们的这个员工啊吃饭。这个吃饭啊，这个用餐盘啊，餐盘很容易凉掉，菜很容易凉掉，他回去全部把它换成这个保温的这种宝啊，他就说就这个动作呢，员工就感受到老板对他的关怀，保温啊，他不希望他们吃冷的饭菜啊。那么有一次他听完课回去，因为他来了两三次了嘛，回去的时候他说他第一件事情不是回家，
第一件事情是到这个超市，就是百货商场啊，去帮员工挑冬衣，冬天的衣服，因为他想说他的员工啊，一从这个家里来到企业上班的时候呢，他就必须把他的外套脱掉，换上工作服，而他就想到他的工作服很薄，在这个南京啊，这个是南京的一个企业家，在南京这么冷的天气啊，我的员工还要穿这么薄的衣服来工作，他于心不忍。你看，当他想到他的员工，当他用父母的心来看他的员工的时候，他就看到他员工的需要了。所以呢，他就到商场里面去，帮员工买这个冬衣。你看，当这个衣服啊发到每个员工的手上，每个员工穿着这个衣服的时候，他们感受到的不是说老板给他多少恩惠，不是的，不是那个一点钱呢、啊，这个衣服的这个钱可以比拟的，他感受到的是父母的那种照顾。所以我们老祖宗教导我们管理呢，一个领导啊，只做一个领导的这个角色呢是不称职的，必须要兼啊，还要兼做父母，还要兼做老师，这个叫君亲师，君亲师啊。我们现在人可能听到君亲师啊，会觉得好像是封建啊，这个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不对，错了。我们现在学习传统文化要与时俱进啊，做之君就是像我们现在各位领导就是做领导，我就是做一个企业的领导，这叫做之君啊。那么做一个小的这个部门的主管，那也是叫做之君啊。做一个家长呢也叫做之君啊，叫做之君。所以呢它是一体万用的。那么做之君呢，再来呢，下来呢要做之亲，还要当他的父母啊，就像父母一样照顾啊。有一个企业家，女的企业家，她呢在山东有1000个人的一个企业，1000多个人的企业，她的这个员工啊来我们中心听课，那天她也在，结果呢听完课之后啊，听完课之后，因为我们有个拜父母的仪式啊，就是我们员工的家长到了我们中心，那我们呢员工呢就是礼拜我们的父母，那么他们就去观礼啊，结果观礼观完之后啊，这个年轻的员工啊，在他们企业已经待了十几年了啊，大概我们猜想十几岁就已经进到那个员工那个企业去了，那么十几年的这个员工啊，抓着他的这个董事长就给他拜下去了，就像是母亲一样啊，就是说他感谢这位董事长啊对他的照顾，就像母亲一样照顾他，这叫做之亲。再来呢做之师，无私的呢把我们的人生经验，把我们在企业里面的一个人生的这个历练呢，无私的传给我们员工，这是有厚的保证啊。一个企业呢能够传多久呢，就在它是否能够把这个企业变成一个学校。而正好我们在幸福人讲座的时候来了一个学校的校长啊，那么他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呢，他就谈到，他说现在呢你看企业办成学校了，然后我们在海口呢有一个这个合作的一个项目呢，就是监狱啊，在监狱里面推广《弟子规》，推广这个孝道传统文化，监狱改过来了。他说呢，监狱也变成学校了，啊，他说那我这个做校长的，我的学校又应该如何办呢？啊，当然，这个问题呢，给我们很大的反思。各位企业家，我们的员工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学校。每一个大学，每一个研究所，每一年为我们的企业生产那么多的员工，这个未来的员工，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员工才能够有能力来承担我们企业的这一些重任呢？其实我们应该好好的跟学校来做一个交流，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的媒体啊报道出来，就是说呢，很多的企业家很苦恼，因为呢他们觉得这个新进的员工呢，叫一代不如一代，一年呢不如一年，问题很多很多的。我们听过一个顺口溜啊，现在的这个孩子啊，到了企业里面这个找工作，他的标准是什么啊？我想各位企业家应该也听过，他们说呢，钱多事少离家近，位高权重责任轻，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他们要这样的工作，那么我们想各位企业家，这个面对这样的员工，我们如何来跟他做交流呢？我们的企业如何放心的交到这一代的手里呢？因此呢，我们在思考我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其实呢，也想到我们企业的命运跟这个社会是连结在一起的。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其实呢，跟自己的企业是息息相关的。一个企业家，如果他能够这个在教育上，这个好好的在教育上呢，放一些这个就把一些焦点呢、放在教育上呢，相信将来我们的员工啊，会有源源不绝的了，从这个学校里面呢，产生很多好的员工呢，来为我们的企业作为后盾。这个呢，也是我们企业家一个这个社会责任啊，不可忽视的这个地方。那么早上呢，这个我们有限的时间呢，就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那么下午呢，我们想如果说大家呢有一些管理上的，或者是有一些在这个中国文化这个应用到管理上的一些这个实际上的一些问题呢，我们也很欢迎大家呢跟我们来交流。那我现在呢就把麦克风呢交还给主持人，好，谢谢大家。儒家四书大学里面有一句话说，君子先圣乎德，有德持有人，有人持有土，有土持有财，有财持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我们要想管理好一个企业，大学里面就告诉我们，其实关键要管理好两个方面，一个是用人，一个是理财，而用人和理财皆以德为本。那么我们今天上午呢，把中华传统的伦理道德为我们呢揭示出来。真正如果把德建立好了，自己可以修身，那么企业呢也能够这个所有的员工都能够配合我们所以真正一个企业的领导做到君亲师，自然企业里头就能够得到家和万事兴。而这个德，刚才杨老师有跟我们分享说，这是以孝为本的那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都可以孕于长，更何况是一个企业呢？那我们今天上午的时间呢，就到现在就圆满。那么我们下午呢，继续展开讨论，欢迎大家踊跃交流我们老教授还有几句话跟我们大家说我们来欢迎。这个可以。这个上午时间虽然不多不过我们大家所做的报告做一个简单的总结，那就是老祖宗教给我们君亲师三个字君这是领导，亲是父母，师是老师。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在哪个岗位，
都是这三个字的责任。你在家庭，你的家庭是企业，你的家庭是学校，你的公司，公司是企业，公司是家庭，公司是学校，乃至于国家啊。如果国家领导人把全国看作全国，这是我的家庭，全国人民是我的兄弟姐妹啊，是我的父母子女啊，这是亲啊，你能够叫好全国人民，这就是死。所以君心思苦也灌注在所有啊这个团体里面啊，小的是家庭啊，大的是国家啊。我们在这里头尽我们自己的责任啊，员工也能尽到君心思啊。你比如说我并不是老板，我是一个员工，公司里的员工啊，我做表率，我做得最好，给所有同仁做榜样，他这就是君的意思啊。我能对所有同僚爱护，像兄弟姐妹一样的照顾啊，那就叫亲。所以无论在哪个岗位上啊，都是要做到君心思的，这才做得圆满，才做得成功啊。那么我这一点总结，希望给大家做参考，谢谢。